年营地，对不对？对。害我来这边玩生存游戏。不用高速公路的路。昨天就跟你讲要穿雨鞋、雪靴，对不对？我跟妞妞两个都穿雨衣跟雨鞋。妞，我买一个很贵尿盆给你，你以后要在厕所尿尿哦。哦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那里都是泥巴。这里有草。哦，那里有草。昨天有人撞到，真的、哦，黑卡撞到吧？哎呦，这里竟然还有障，我真是无法理解。你就不要笑，这是检测了，这是刚刚才来的吗？哎，对，刚来的。很原始的。没有下雨还 OK， 下雨就这样。为什么这里的狗狗都是这样子，很无奈。我们弄好坐定位之后，突然发现里面很冰冷，然后呢，你就想回家了。可是已经搭好了，已经弄好了，不甘心。对，也怕没面子。也不是啦，就是看看那个看看就觉得不舒服。都困在里面啊！连妞妞要出去尿尿也没办法。对啊，没有，你说下雨没关系，我们又不是没下雨去露营。对啊，下雨你如果路好走，我撑着雨伞，我可以晃来晃去的啊。嗯、那不是走到哪里都是泥巴，那个怎么晃啊？对不对？就回来很有速度，他又没睡好，对，再录下去才是神经病。